杨紫缺席新剧宣传被黑，马天宇发文对营销号否认内涵杨紫。杨紫缺席新剧宣传被黑，马天宇发文对营销号否认内涵杨紫。说起马天宇，想必大家都十分熟悉，他出生于山东省德州市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中国内地男演员、歌手，因为参加加油好男儿获全国总决赛第六名，由他所演唱的《该死的温柔》更是火遍大江南北。近日，由杨紫和马天宇主演的电视剧《我的莫格利男孩》正在热播，但是这部剧在播出后，杨紫却并没有过多的宣传这部剧，只有马天宇一个在默默的宣传。近日网友爆料，马天宇发微博我太难了，近日杨紫也因为这件事情被网友们黑，随后马天宇再次更新了微博怒对营销号。这次的发博怒对营销号不仅展示了男子气概，也让马天宇圈了不少粉丝。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？